受冠病病例增多的影响，上门冷气清洗服务需求减少多达三成。受访业者指出，虽然工作量减少，但染病风险较高，加上通货膨胀，预料冷气清洗费将上涨。来看记者吴良祥的报道。上门为住家清洗冷气的这支六人团队，其中四人相继感染冠病，在运作上有些挑战。不过业者指出，一些顾客比较谨慎，在这波疫情期间决定取消预约或改期清洗冷气。业者也说，所有防疫措施都做到位，每名员工每星期需进行一次冠病检测，清洗冷气时也不得摘下口罩。少了25%到30%，担心就是这个疫情被感染到他们家里的人，会叫我们做 ART 检测，他们才让我的工人到他们的住家去啊。主要为办公楼、工厂等场所清洗冷气系统的业者表示，现有人力已吃紧，加上染病风险较高，进一步推高员工工资，导致人力成本上升。市场缺乏劳工，所以他们会借着这个机会要求更高的起薪，所以我们只好调整，所以幅度大概是差不多30%到40%这样，接下来很大程度会反映在那个 cost 那边。这个行业主要依赖外劳来支撑，业者希望一旦冠病情况改善，政府可以放宽对批准入境的限制，让更多外地员工进入。新传媒新闻记者吴良祥报道。